找了找去，我们趁着机去看了看了，找点好吃的。哎，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地软菜，现在都不多见了。嗯，好吃，你们也试试。今天又收到粉丝邮来好东西，咱们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粉丝跟我说他老丈人经常吃这个东西，叫我一定别浪费。今天我们就来安排一下。这东西我还真没吃过，听说它富含蛋白质，能帮助消化。柠檬还酸，感谢粉丝。